这个怎么办才好啊？就差一点就能够买黄金足枪了。哎，那不是小表妹吗？怎么跑那里去了？游乐场，记住城镇镇有游乐场，我过去看一下在搞什么花样。破土保存累了一天了，还是去游乐场玩一玩。怎么光门不让进？快开门放我进去。进去一次40个孔雀石。什么？40个孔雀石？你悄悄勒索我？哼，想让我花钱门都没有。从这里积极跳进去，不就是三段跳吗？我可是学过的。好啊，居然不买门票翻墙进去。老板老板，刚才有个人翻墙进游乐场了。翻墙进去，看我进去怎么教训他。哎，还是算了。别呀，要不你把工作服借我，我肯定帮你教训他。行行行，这套是工作服。哇塞，这工作服果然霸气。那我这就过去了。还在玩什么呢？游乐园这么大，逛得我脚都酸了，还是蹦蹦床好玩，自由自在的，还很舒服。居然在那里休息呀、啊？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。哎，这有射箭、挣钱、汉堡服务。有了，你先在一旁站着，这里由我广场指挥。先给我来一点弓和箭，再大喊射箭喽，射箭喽！射中既有万元孔雀石，还有豪华过山车门票，免排队。万元孔雀石、过山车还免排队，我来了。老板，这射箭多少钱一次啊？10颗孔雀石一次。10颗，这么贵？那必须的，毕竟我这射中可是有万元孔雀石呢。那这样我还能赚个9990。老板，给我来一支。来，这是你的箭。弓呢？你不给我弓，我怎么用？哦，弓需要64颗孔雀石。来，给你，等我中了10000块，看你怎么过。不就是射箭吗？我扔，中了，中了，中了！恭喜获得汉堡一个。汉堡？不是说10000元吗？那可是随机的，说不定这次就中了呢。随机的，那给我来10支箭，我就不信了。我扔，我扔，我再扔，这次肯定会中了。一口气连续射了10次，不错不错，汉堡辣条全中了，恭喜恭喜！汉堡辣条？可恶，这不可能！不好意思，看错了。还有过山车一套。我就说嘛，过山车，这下可以在过山车上好好休息了。我这就去玩过山车，就是这儿啊，坐上心爱的过山车出发了。转得我头都晕了，还是回家好了。什么？卖过山车票只需要5颗孔雀石，这里射箭的也只需要1颗孔雀石，到底是谁假扮工作员工骗我？这一下真的一口气，多谢小表妹送的300颗孔雀石，这下好了，可以买黄金之枪了。biu biu biu， 果然不错。狼王，你给我等着，接下来就是你了。